大家好，我是古丽。今天老公突然说要带我去吃家乡的味道，要吃新疆炒米粉呢。哎，我还不知道这边开了一个米粉店。我说在哪，问他，他也不告诉我，还卖关子。我们跟着一块去看一下吧。米粉也吃完了，还挺好吃的，谢谢你哦。不用客气的。还挺好吃的。哎，我辣的我都没吃完。对，此处无需多言。能在他乡吃到家乡的味道，真是，开心。好，拜拜。